阿姨，切，叫谁来？哎，不对，我叫错了。那个，这家人你知道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我又不是他家保姆。是那个，这家是不是住了一个挺年轻、挺漂亮的一个女孩？啊，还有啊，那里长得有点像那个谁啥叫啥薇的，经常来。啥薇？啊。 最近您见过他们吗？没有，不是，你跟他俩是啥关系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跟那女的也那俩？哎，没有，我们之间很纯洁，很纯洁。我跟他们就是好朋友，找他们有急事，联系不上了。您看，大姐，您别介意啊。刚才，您要是见那男的，让他给聋子打电话，好吗？聋子？ 聋子还能接电话，不是，我姓龙，叫聋子，他们都习惯叫我聋子。你看，还是聋子不是？行，那男的说的就是沉醉吧？你干什么来了？阿姨，那男的和这是大姐，美女。 那男的和那女的，他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别添乱行不行？哎，大姐，回头那个让他给聋子打电话啊，咱们先。中，干嘛呀你？别说行吗？干嘛呀？你能不能别添乱啊？谁添乱了啊？你跟我讲，沉醉到底有什么猫腻？